was very difficult to urinate. Mm-hmm. It was very difficult, only with pain. I believe him then. Mm-hmm. The doctor said the same. 这病患同时得到三位主治医师的照顾，好，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医疗品质。 全球大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蔡文馨医师，欢迎收看今天的《智为人医守护爱》。我们每个人啊，每天都要去厕所排尿几次，对你我而言都是再轻松不过的事情。但是我们可能很难想象，罹患膀胱癌的患者，特别是接受了膀胱摘除手术术后的患者，对他们来说，排尿啊，就是在。 再也不能如此的轻松自在。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些膀胱癌患者的排尿问题呢？我们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这方面的专家，台北慈济医院泌尿科主任谢振兴医师，他要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我们来欢迎谢医师。主持人好，各位全球大爱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北慈院谢振兴医师。接下来我们介绍今天坚强的 call-in 团队第一位是整形外科卢纯德主任，第二位是新陈代谢科彭维邦医师，第三位是心脏血管科周新辉医师，第四位是妇产部张莹光医师，第五位是复健科谢世福医师，第六位是心脏血管外科方富吉医师，第七位是胸腔内科林祖申医师，第八位是家庭医学科许静芬医师。 欢迎观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call in进来。接下来我们来回到今天的主题，也就是膀胱癌的手术啊。谢医师，我知道您这位病人是个外籍人士哦，那他在大台北地区其实本来好像也在其他医院咨询过关于膀胱癌的手术，那最后找到谢医师，那由于他对你特别的信任，然后把这个手术交给你，请谢医师先听我们简单介绍这个患者的背景。这位汉斯先生。 大概是66岁左右，那他本身是德国人，那他另外一位台湾籍的太太，那他以前是全世界走透透哈，那后来他决定4年前决定跟他太太回台湾来定居，因为台湾山明水秀，那但是大概在1年前左右，他开始发现说，他下腹部会疼痛不舒服，同时又血尿的状况，那所以他才在台湾求医就诊。 我们常常用视病由亲啊来形容医病之间关系的最高境界啊。那其实今天这个个案也是由于我们医生他们愿意体会病人的病苦，所以愿意承担这个手术的风险，以及繁杂成功的完成的艰难的人造膀胱重建手术。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这一段影片。 望着阳台外一样的美景，德国籍的汉斯先生和太太心中的宁静和喜悦却格外强烈。这都是因为一场大病后的不同体悟。一年多前的冬天夜晚，担任工程师的汉斯先生在东南亚出差时，突然下腹部疼痛，连走路和上厕所都有困难。 Was very difficult to urinate. Was very difficult, only with pain. Pain com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Where is the part of it? The was on the front from the bladder. 回到台湾后，立刻前往住家邻近的医院就诊。第一次诊断认为是尿道感染，但是服药后的状况没有好转。 再次就诊后，才被诊断出是第二期的膀胱癌。 First hospital, they say, oh, it's infection. Oh, infection, there's no problem. And the second time, it was cancer, you know. Then he found out. Yeah, that was more difficult. 得知膀胱癌的病灶，汉斯夫妇四处寻医，都建议开刀切除膀胱，但是因为害怕手术，汉斯决定尝试吃中药的方法。 Chinese medicine also do something, but I will no help that two more get away. Because the reason was the heavy pain. You know, I want to let the operation. I told the wife, now I have to do it. 有一天，我早上起来，我就有一个灵感，我说这样不行下去了，要赶快再去看。他再这样下去，可能就。 会更恶化，所以我就带他去慈济医院。终于在接受台北慈院泌尿科谢振兴医师的诊疗后，一切有了新的转机。
don't want to operation. And then the Dr. Shen told me very quietly, very smooth, he said, nobody like operation. Oh, it's necessary, it's necessary. So I believe him. And the doctor said the same. Oh, I believe Dr. Shen. 同样提出手术的方法，但是谢振兴医师的话却安了汉斯先生的心，让他充满了信任感，下定决心接受膀胱切除手术。在这几个月时间，因为他那个毕竟是恶性肿瘤，其实他进展就延误了一些时间。或许他在我们这次手术之前半年，他那时候有发现的时候。就赶快尽量早一点手术，或许愈后会比现在的开刀来得更好。谢医师用爱心与专业重新为他建造了一个膀胱，让汉斯仍然保有排尿的功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品质。全新的人造膀胱也带给汉斯先生新的人生体悟，更加爱护自己的身体。No smoking. Okay. Absolutely. Okay.After operation, my wife helped me to change my lifestyle. No more drinking, yeah, and then I stopped smoking. I'm very, very kindful that my wife helped me to do.谢医师，我刚刚看到影片中那个汉斯先生，他一开始的求医过程其实好像也不是很顺利，可能也许跟他是外国人，然后在语言啊文化的隔阂有关系。那因为谢医师您的用心，也终于得到他的信任，顺利把他的膀胱癌的问题解决。想请谢医师跟我们先描述一下他当时来求医的时候他的病况。他当时来是大概在一年前，事实上他那时候已经下腹疼痛有血尿的症状了，但是因为他。事实上之前他也看过两所大医院，也帮他做了确切的诊断，那同样也有建议说他应该要做全膀胱切除手术，那但是他那时候还犹豫，大概对这个手术本身还有疾病的这个本身还不是很了解，那医师大概是跟他讲这个手术的没有跟他详细讲这个手术的过程等等，好，所以他那时候还蛮犹豫的，那所以他后来有一段时间还寻求中医的疗法，那但因为症状还是持续没有改善，那因一个因缘际会他来我们医院看我门诊，那我就详细跟他解释这个整个疾病的过程，那他现在目前所处的情况，那还有包括我们跟他讲这个膀胱癌应该是有哪些治疗方式，那他现在比较适合治疗来用哪种方式来治疗，那我刚才我就跟他提到说每个人都很不希望做手术，没有人喜欢手术，也大家都很怕手术，但是遇到就是不得已还是要该做的还是要做，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详细跟他讲解说各种手术的可能它的优点跟缺点，那他现在目前比较适合做哪一种手术，然后给他做一个合适的选择。那通常我们在门诊时间通常都相当的忙碌了，可以讲话的时间事实上是不太多，但是因为这个是它是一个重大疾病，它是一个癌症，那所以我们就多花了一点心血，多花了一点时间来跟他解释这整个过程，所以他在这个整个过程听完之后，那他大概也觉得他比较心安，那包括说他我们这个手术之后可能产生哪些病可能的并发症，那他也都完全了解清楚，所以他详细考虑之后，那他觉得说他在我们医院做这手术他可以蛮安心的，所以我们就很有荣幸来帮他做这个手术。所以我想外籍人士一般在台湾就医，也许是文化，也许是环境，也许是语言的沟通有轻微的障碍，所以不容易对医生产生信任感了。所以谢医师，你刚刚应该也是透露出你的秘诀，我们就访问的时候知道这个汉斯先生说他看到谢医师跟你谈过话之后，他就觉得跟你特别对你有一个信任感跟爱心哦。主要是要我们多花了一些心思跟他沟通，事实上这沟通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虽然他德国人讲英文有时候还是有点language barrier， 就是有点语言障碍，那我们自己讲英文也不是我们的母语，所以我们讲英语也是有某种程度的障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沟通的过程当中就大概我知道他的意思，那他也大概了解我的意思，那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做沟通，所以事实上在门诊跟病患沟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让他病患详细了解说这整个疾病的过程，那治疗的处理的步骤跟原则，事实上
这可以改善我们很多的医病关系。所以谢医师提到这个沟通是最重要，而且是谢医师你应该有做到一个将心比心。另外我听谢医师讲话就是这样非常的安详，就是安心，然后气定神闲。我相信你也把这样的感受带给了那个汉斯先生，让他可以完全的信任你。那另外我知道就是汉斯先生他的忧虑的点可能就是很多膀胱癌的患者他同样很担心的地方，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接受到这个膀胱摘除手术。倒不一定，所以这个要看病患的级别。那如果说是病患是在刚第零期或第一期，甚至是比较早的第二期的时候，事实上这时候不用做全膀胱切除手术，这时候我们只要做经尿道膀胱肿瘤刮除手术就可以了。我们有一种膀胱镜的刀片哈，那可以从尿道进去，然后把这个样子从底部把这个肿瘤这样刮掉就可以了哈。那所以最好是在第一期执行这个手术，可以做得蛮完整的哈，可以把它整个病灶完全切除。像第二期如果说它有侵犯到肌肉层或是更深部的时候，我们这样刮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全部刮得干净，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做全膀胱切除手术，因为我们这样刮有可能只是刮到这里，那这里面还有参与的肿瘤组织，这时候就会复发。好，所以如果说在第二期好，或是在比较早的第三期的时候，就可能要考虑做整个全膀胱切除手术。那当然，如果是在很不幸的，它是位于在第四期，可能已经有淋巴结或其他远端转移的时候，这时候做全膀胱切除手术大概就没有意思，就可能要做化疗加治疗，加电疗的方式。所以听起来在治疗上，全膀胱的摘除手术是不得已的。如果当初能够早一点发现，是不是可以避免要做这样的术式？那另外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如果可以早期发现是最好。那我们也知道，膀胱癌的早期症状似乎跟我们所谓的泌尿道感染有一点类似，所以我们一般人要如何做区别呢？当然我们是能够越早期发现。越早治疗是越好，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如果说汉斯先生他是在比较早发现，或许是在跟一年半以前或两年前，他有做身体健康检查，或许我们那时候验小便就可以发现说他有血尿的症状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只是第一期而已，那时候可能做简单的刮除手术就可以了。那他因为比较晚发现，所以变成要做到全切除手术。所以刚才我一直提到说，就是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任何癌症都是适用的。那因为这膀胱癌在刚开始的症状，有时候大部分都是下腹部疼痛比较多，或是血尿，有一些跟结石的症状，或是跟尿路感染的症状都很相似。实际上在早期很难判别。那所以我们就提醒说，如果说有尿路感染，有一些病患，他觉得不舒服，然后诊断是有尿路感染，然后吃回去抗生素吃一吃，他就说，我已经症状好了，他就不回诊了。事实上，有一些病患是尿路感染治疗好之后，那我们如果回诊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说，他感染虽然好了，但是他还持续有血尿，这时候我们就会警觉说，可能还要再跟他做膀胱镜或是进一步的其他一些检查，可以避免说，延误到治疗的时机。好，所以变成说，病患有这个血尿的问题，还是要持续在追踪，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毛病。除非说已经完全排除说完全没有这个肿瘤的机会，否则的话，事实上很多会延误，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注意到，没有回诊，所以才延误到这个治疗的时机。所以啊，我们的汉斯先生在碰到谢医师之后，他的求医之路终于获得了转机，他愿意在台北慈院接受膀胱癌的切除手术。更幸运的是，他获得了整个泌尿科团队的通力合作，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协助之下，他的术后成绩啊比预期中都还要理想哦。我们一起看整个手术怎么进行的。泌尿科的晨会时间，谢振兴医师与医疗团队的成员正在讨论汉斯先生的人造膀胱手术。这是我的一个病患，是一个66岁男性病患，他是 T3 advanced breast cancer， 那因为年纪还轻，所以我们预计给他做一个 radical cystectomy。由于手术过程复杂耗时，主治医师谢振兴邀集了另外两位高手，分别负责各自专精的部分。张尚仁医师主刀切开序幕，把肿瘤蔓延的膀胱和射护线完全切除。接手的是外科部长杨旭帝医师上场，负责复杂又精细的人造膀胱缝合。最后关键收尾则是落在谢振兴医师，将新膀胱接上尿道，保有原本的排尿功能。
那一个八小时的手术对一个医师来讲其实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那我们透过团队合作可以让每一个人都把他的最佳状况表现出来，然后把病人照顾好。手术当天由张尚仁医师画下第一刀，把原本的膀胱和射护线切除，再将一段60公分的小肠回肠从中切开后排成 W 的形状，接着将三个接缝点缝合成新的膀胱，同时把输尿管接上，最后将新的膀胱连接尿道。整个手术过程花费9个多小时，三位医师轮番上阵贡献精华，让手术顺利完成。我们医院有一个比较可贵的地方，就是医师都还蛮配合帮忙，可以互相协助。那这样平均一个主治医师手术时间相对就短，那他可以把他有精力旺盛的时间就投注在这个地方，所以可以确保这个整个手术的品质都达到最理想的状况。这种接回原本尿道的人造膀胱技术虽然不是新手术，但临床上适合治疗的成功个案并不常见，需要有天时地利和人和的相辅相成。这个病患运气还不错，他那个膀胱肿瘤刚好没有侵犯到他这个尿道口的部分，是在他附近有一段距离，所以他可以结合到原来的尿道上面去。好，那他这个就是可以比较自然的排尿，不需要在腹部开个肠造口承受造口导尿的困扰。汉斯只要每天4到5次从原本的尿道自行用导尿管清除膀胱内的尿液，对于膀胱癌的病患来说，这是最理想的手术方式。I'm very happy, Dr. Shen make it this way. Yeah. Otherwise, I have to run with a plastic bag around. 医疗团队愿意承担风险，花费心力，这都是因为有一颗体贴的心。希望病人在手术治疗后能保有最好的生活品质。谢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用小肠的回肠来制造一个新的膀胱，在医界算是一个新的技术吗？那另外就是说，看起来汉斯先生这个手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保有了原来的排尿的位置，也就是所谓的原位手术。那这跟其他传统的手术方式有什么不同？这个不是一个新的方式哦，但是是一个麻烦的手术方式。那我们通常做人造膀胱，就是整个膀胱拿掉之后，我们总要有一个小便有一个储存的一个地方，那所以我们会拿一段肠子来当暂时储存的一个膀胱，所以我们称为人造膀胱。那第一种方式就是肠子，就是把一端缝合起来，那一端就做一个口，是在肚皮上画有一个小洞洞，这个我们叫造瘘口。那小便从肾脏制造小便经过这个输尿管流到这个回肠，那从这个造瘘口出来，小便是持续一直从这边漏出来，所以这边要贴个造瘘袋，在生活上会比较不方便一点。好，那我们第二种方法是我们把这个肠子从一边划开来，然后再重新缝合起来，变成一个圆形的这个人造膀胱。那刚才那是没有重新打破缝合，那这次有把它切开缝合，就看起来它这个比较有一个储存的功能，比较一个球状的像。刚才是一个长方长条形的，这是一个缝合起来是圆形的，更像我们一个膀胱的样子。那这里一样用一段肠子来让小便可以经过这个肠子，然后经过这个造瘘口可以排尿，都是通到我们的那个肚皮上嘛。那它小便不会一直漏出来，那它可以自己导尿就可以。那第三种方法就是跟刚才类似就是缝合起来的这个膀胱接到原来的尿道这个地方来，那它对整个身体的外表是没有变化的，那它以后就从原来的这个尿道导尿就好了，是对身体外观改变最少的。好，那他自己会觉得自己看起来比较像正常的样子。好，那这算是我们最符合我们生理需求的一个方式。对，但是谢谢你们选择第三种方式，其实也是最复杂的精密，而且耗时非常长的所以其实动员了整个那个你们泌尿科的整个团队。想请谢谢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时是怎么去计划这个手术整个的进行？我们大概把这个手术切割成几部分我们是请张尚仁医师先帮忙做膀胱跟射护线的切除手术。那第二部分
那再请我们杨旭玉部长帮忙做这个肠子的八缝合成一个膀胱的样子。那我是负责最后收尾，把它再缝合的更完整，确保它没有尿液渗漏，那同时结合到尿道这一部分。那因为我们这是属于采团队合作的方式，一个人只分配到一部分的时间而已。那像9个小时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哇，这个手术时间需要9个小时。是，因为这整个过程会有一些需要一些时间，所以一个人负责的时间只一部分，但那时候是个人体力最好的时候，那也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手术的品质，那同时让病人可以得到最好的这个医疗照顾。所以谢医师，你轻描淡写的说分了3个部分，其实每一个部分可能都需要花到2到3个小时以上，是才能把它的缝合做到最精密最仔细，然后术后的这个并发症最少嘛。那我知道你也选择一个其实非常体贴这个汉斯先生的方式，就是你保有他原本尿道的方式，然后没有改变他的外观，这是最符合我们人体原来排尿的功能。但是这样子的手术有没有限制，是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呢？这个有，如果说他这个膀胱肿瘤刚才讲过，如果说有侵犯到这个尿道口的时候，他就不能够接到原来的尿道上面去，他可能就要采用刚才讲的第二种方法，那有用另外一段肠子要结合到肚皮上面这边来，那他一样小便就不会像第一种方式持续会渗透出来，但是他变成要经常一天大概通6到8次哈，那从这个洞口伸进去把小便导出来，会有点不方便，但是算是已经蛮好的一个方式了，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那像这样的手术后还要不要注意什么事项，我们还要需要配合什么样的治疗呢？像汉斯先生，因为他事实上是也至少第二期，而且我们他在手术的时候他有部分的肿瘤稍微有点侵犯出来，所以他后续还要需要做这个化学治疗的部分，所以我们还是这样强调说，癌症还是尽量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最好。那相对手术的规模可以比较小一点，那对整个整个健康情况都可以改善很好。那像如说你刚刚说可能有一些扩散出去，还需要做配合其他的治疗吗？如果说有扩散到其他地方去，就是还要再辅助做其他化疗或电疗这一部分。那另外我有提你特别叮咛他要改善一些生活的习惯是吗？因为汉斯先生他之前烟酒不忌，因为他之前全世界跑透透，所以我们有提醒说他绝对不能够抽烟，那所以他因为得了这个毛病，那有做了这个手术，所以他后来也下定决心就从此就戒烟了。所以我们要提醒说这个膀胱癌事实上跟抽烟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一定非戒烟不可。所以汉斯先生有了一个全新的膀胱，他愿意重新进行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体认到健康的重要，愿意改变到一些原来不好的习惯。那其实有一个能够体贴病人的心的医生非常的重要，是病人的福气啊。今天非常感恩谢医师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分享那么多，也感谢整个泌尿科团队的协助，更感恩你的收看，智慧人医手无外，我们下次再见。